在法师在这个对战的组合当中应该很熟悉每一位拳手的特性啊。哦，这次是一个竞算了，是由福斯特。你负责防守福斯特。这个应该在去年的练球应该蛮常去对位的。老吴这个球给到了大兵。试图扰乱对方的攻击方式。冠良小球递给大兵，没救了。太多套了，对，应该有固定的一套了，可以去让球迷可以去学习。哇，球砸向篮筐就。不在场上，对，上来一下子就下去，罚球线的出手，阿吉没有，大兵抓到进攻篮板，擦篮补进。大兵。感觉两只手都非常灵活。对，阿吉，哎，这个球给到位 ，N1， 哇哦！这救火队的角色出来，所以在后续的这个第三节，甚至到丹阳这样的时刻，哇，希尔贝克又是一个 N。其实刚刚如果没有抱怨的话，其实球还在他旁边哦。对，很习惯抱怨，好像没。